2021年3月29日上午， 2021首德名师课堂暨谢杏贤教授大师班在金陵饭店隆重开班。南京和邻近南京的江苏、安徽部分地区著名琴行、音乐教育机构、学校的领导、老师共200多人出席了开班仪式。本次活动由亚登音响乐器上海有限公司主办，南京嘉禾琴行承办。 南京嘉禾琴行总经理杨兆旭先生在开班仪式上登台致欢迎词。我们嘉禾琴行一直从事这个钢琴销售，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反馈这个社会，我们多次的引进这种高水平的钢琴大师来到我们南京做一些讲座，提高我们这个南京钢琴教育水平。 吕德青年钢琴家、嘉禾琴行景密合作单位南京草野川音乐工作室掌门人草野川先生上台致祝贺词。开班仪式上，亚登音响乐器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景华先生登台宣布首德钢琴正式与南京嘉禾琴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为南京嘉禾琴行颁发德国首德钢琴授权代理证书。 这个呢，我们首德呢是一个德国品牌，是百分百的德国制造品牌，已经在有202年的历史，它的品牌名字。我们也很荣幸，在我们这个通力集团所下的这个亚登中国，在2017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中国的总代理。谢静贤教授是著名的吕德钢琴家、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为中国杰出青年钢琴家代表之一，谢静贤教授的音乐会祖系遍布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曾受邀参加法国里尔钢琴节、韩国釜山肖邦音乐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多个海内外知名音乐节，并曾与多个海内外著名交响乐团及著名指挥合作。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南京，携手我们首德钢琴一起到南京来做这样的一个大师班和师资培训。今天呢，因为说到亚历山大技巧，这门技巧呢是我研究多年的，当时是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这个全市的这个青年骨干教师设立的这么一个晨光学者的一个计划，所以呢，在这个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呢，我是先后通过理论实践，还有我自我和学生的运用对这门技巧展开了一个研究。世界八大名琴之一的德国首德钢琴，从1819年创立以来，历经202年的时光，是目前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钢琴品牌。 开班式上，亚登音响乐器上海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琼女士为大家介绍了首德钢琴品牌在中国市场精心耕耘的诸多努力。开班仪式还邀请了曹无凡、华子欣两位初中阶段的习琴者和徐晶、吴杰两位钢琴教师，先后在现场演奏了德彪西练习曲第11首、莫扎特奏鸣曲 KV311、肖邦练习曲《革命》、德彪西的作品《月光》等。 谢静贤教授分别一一点评并针对演奏中发现的问题解疑解惑，结合练习模拟反复讲演。我个人认为钢琴就是这个科目呢，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一个学科。非常感谢就是嘉禾琴行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这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开班仪式前，主办方还邀请了吕德青年钢琴家曹野川对展示的首德九尺三角钢琴进行了现场试琴弹奏。首德钢琴的音色。 在高音区，它的音色比较透亮，但是不尖锐刺耳，低音区比较浑厚，所以比较适合对作品的情感处理。